紧落实，拍了，执行。小刚的合作伙伴作为他的朋友来那个现场来给他捧场，也是希望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的一天，很高兴很高兴，那个对对对祝贺他的就取得今天的成就。那么我们呢今天来作为嘉宾，非常高兴，我非常开心啊，我也做好了准备，随时来按手印。很高兴啊，能够有更多的这个中国的片子到美国来，扩大影响，冯导导了很多好戏，让他跟大家都见见面。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我觉得很非常 surprise， 非常高兴能在这里为中国著名导演冯小刚在 TCL 中国大剧院，好莱坞的 TCL 中国大剧院按手印礼。这对我们爱星国际卫视承办这次活动也感到非常荣幸，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现场观看，也感谢各位嘉宾的光临。我作为一个导演，在中国也拍了很多部娱乐大众的电影，给他们带来很多快乐的同时，我自己也感到了非常的快乐。今天能非常荣幸的在这儿，在好莱坞这个电影王国，在 TCL 中国剧院这个群星荟萃的地方能够按下自己的手印，我觉得非常的荣耀，也感到非常的开心和快乐。在此我感谢今天所有的来宾，还有媒体，还有就是主办方，北京广播局 TCL 中国剧院，更重要的呢就是我还要感谢所有喜欢我支持我的电影的这些观众，因为你们我才有这个机会在这儿摁这个手印。然后我最后要感谢我的太太徐帆，请你站起来一下。 Last but not lea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lovely wife Miss 徐帆，还有我的女儿也今天来了。 My daughter who is also here，我的两个女儿 ，My two daughters， 因为他们让我觉得这个拍电影变得更有意义。It is my two daughters who make me feel that making more films is more meaningful. Thank you.